覧の番組は西尾市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はい、車にくいに。轿车一日游，现在在自己家里的停车场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以后大家买车位，不要买在这个墙壁旁边，这车位画太小，所以我停车都要靠在墙壁上，然后只能一边开门而已，很麻烦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家停车场的远方，水泥灰的马五在那边，那个是卖给同社区的邻居，买车以后才知道的邻居，不是知道邻居才来买的，好不好？在我们准备出发往哪里去？高雄。现在8:40，从家里出发。好久没有去高雄了，这次难得有机会。我们要一次到高雄去完成两件事情，交一台车给客人，然后再估一台车，看能不能估一台车回来，好不好？两个愿望一次满足，再加上可以拍两部片，谈丢。晚一点大家都知道啊，今天要收什么车哈、哦？晚一点你们就知道啦。出发啦！下大雨啦、啊，我帮客户交车做玻璃镀膜，所以连雨刷都不用开。你看，现在在那个和美，好不好？彰化和美，等一下准备要去接国道一号了。Go，Let's go！ 哎，停了哎，看一瞬间的事情。我爱你，爱你，爱到心肝痕。阮心内心内疼痛，敢讲你不知半项，在无情无爱无望的世界，千万不通来将阮放。孙慈妹，不认识了吧？这个我刚还给你，我把时间也写上去。好，证件刚还给你的证件，109年8月28号的14:10好，那我们就去车子那边。好，我想看从哪里开始跟你点好了。我们先点那个你有加装的东西哈。你有加装的东西是胎压嘛，哈，还有显示胎楼显示器，哈，还有换新的轮胎跟行车记录器，四个。好，在这边，啊，这个是胎压，当我们时速超过好像50公里，它就会帮你校正。那你要记得这四组数字，哈，它不会永远一样，它可能会差一、差二，好，比如说3839。哦，3736，胎压侦测器是这样哦，它一般差误差在正负两三个单位哈、哦，都是合理的。比如说38的话，上下两三个单位，从40到36都有可能。但是它只是要让你看说，因为它有四个数字嘛，那有一个数字一直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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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到20几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你就知道那个轮子有问题了。好、哦，还有一个比较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，像我们现在洗，你看哦。锁起来了，龙头锁。摩托车，摩托车，摩托车有龙头锁。很多人不知道嘛，锁车没有停正，轮胎没有回正，你有可能就被锁起来。锁起来以后，你的钥匙会转不过去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啊，跟摩托车一样，要干嘛？龙头要摇一摇，所以这个龙头要摇一摇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你忘不带哦。每一台车都有吗？有。哦，是哦。好吧，好 ，OK， 知道，要记得不要忘记，因为我等下叫别人，可能就是我钥匙拔不出来，钥匙转不过去，我让边紧张，动一动就好了。来，仪表板里面会有很多灯哦，你注意看哦，我现在熄火再转一次哦，你会看到我等下转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些灯会亮起来，看仪表板哦，有没有看到这边很多灯？再转一次给你看哦，有没有很多灯？你都不认识的，一个都不认识的，这些灯你应该都不认识的。我在加油。不是，那不是加油，那个是立功起来一个壶，那个、啊、那不是加油啊，那是机油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不用认识它，
你记得一个事情，就是这里面出现的灯如果是绿色的，就是安全没问题的。好，所以例如说我们的方向灯会是绿色的，黄色的灯，你看灯的颜色就跟红绿灯一样，黄色就代表什么？你可以开，但是好像有些地方要注意一下哦。比如说像家门没关，它就惊叹号，你可以开啊，但是好像有危险，你是不是哪里不对？黄灯就是有状况，但是可以开，不要开太快，检查一下哪里没用好，就是黄色的灯。红色的灯就是不能开，所以没绑安全带是红灯，手刹车没放，这两个灯没放是红灯，不能开，要放掉才可以开。所以你不懂得看它的图案，你就看它的颜色，红绿灯的概念，黄灯就是可以过，可是有地方要检查一下。但是出现的灯只要是红色的，可能要靠边，要熄火，哪里有问题？好，它灯号就是这样，按一下是小计里程。如果我把这个长按哦，你看我歪地起的哦，哈，就归零了。归零要干嘛？两个哈，它你看到它有一组 A 对不对？还有一组 B 对不对 ？A 你可以用来计你一桶油可以开几公里。你加油的时候，看哦，这桶油开多少，然后把它归零。B 的话，你可以用来什么？你都不要归零哦，你让它记保养，每5000公里要保养。好，所以你保养的时候再归零，否则你就让它一直记到5000。你有时候，我要保养了没？你就按一下 B， 看它现在到5000了没，你就知道要不要保养。好，两组给你记，一组可以记每一桶油，一组可以记下次保养，每5000公里保养。但是你如果忘记，我这边也有帮你写。你下次换油是135000，好，我大概讲一下哈，我会跟你讲每一个大概油在哪边，可是他你比较不知道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要养成一个习惯。假设你停固定的停车位啊，好，不管固不固定，养成一个习惯，说我们车开出来以后，要看地上有没有一滩油啊，或是油渍什么，自己要注意啊。有的是水哦，你看这个有水对不对？那是冷气水。我跟你讲，这很简单哦。油的话，一定是你停车，像我现在停车停这个位置。油的话一定是在这个区块的下面，那水的话哈，冷气的那个像家里冷气不是里面在吹冷气，外面会滴水，那个水哈，它是会从车子的中段大概这一个地方流出来，所以你看它这边水是在这边，另外叫挡挡，好不好？好，冷气水才会在靠室内这一边啊，但是当然用手摸也知道是油还水啦，只是有人会紧张啊，请问我地上怎么一滩东西啊，所以如果是这个水就没有关系，那就冷气水啊。好啊，如果油的话，它会比较靠车头啊，你就这样分地方就好了。电瓶哈，电瓶有个视窗，这里蓝蓝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它这里有写哦，你看蓝色就是正常，白色电力快不足了，有一点灰灰的时候，它就是细啊，像是蓝色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就是电瓶。我有讲比较没那么深，要不然我怕它真的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还是可以再问我们呐，哈。好，冷却水怎么检查？哈，有没有看到一个 Max 的写一个英文？然后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个绿绿的线在 Max 的上面那边？你好，我摇它那个水会动哦，里面的水在动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就代表什么？我们的水是在 Max 以上，那就是 OK 的。好，因为水有颜色啊，你看，从这边看清有没有绿绿的？有，绿绿的水，那叫水箱水哈，这个就是水箱水。你从侧面看，只要有水就 OK 了。这个你不用三天两头看，出远门之前看一下就好。不要太紧张，每天在那边看哦，不用，那正常是不会少的。好，而且。其实少了会有灯，它就是哈，你冷车的时候，它会亮一个蓝色的灯，就代表你现在的水是冷的。等到你到了工作温度以后，那个灯就不见了。但是你太热，它会亮个红色的灯，那就是我刚刚讲什么不能开了。对，这个板子拉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备胎、换轮胎的工具，你换完过？换完。对，现在很少换过，因为大部分现在市区都有那个信用卡的那个。信用卡或保险，你要记得，如果有信用卡有免费脱掉，保险免费脱掉，你就打电话去登记你的车号。开锁，闪两下。这个是什么？会叫哦。找不到车子。停车场那么大，你哇吹波你就按，边走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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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。好，哪里在叫去找？大台拢有啊，你也嘛有啊，你不要用你啊，一定有。如果没有这个红色的喇叭，一般就是什么锁门的多按两下，多按两下锁门。你 focus 是什么？方向。对嘛，锁门按两下嘛，对啊，福特搞不好都这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我们拍张照片，我们就可以搞定了。耶、yeah, ，欢迎来到小四带你一咕一咕哟。哦，好呀，咕完买了才可以说一咕哈、哦。对啊。
所以未估未估啊，那样爱未估爱未估哟。这个2015年的 F31 的320i M Sport。M Sport 版的 F31 你知无啦？我知道啊。啊，台湾现在买到 F16 而已 ，F35 还没买到。对吼，都差就这。哎，飞机哦，你讲什么东西？哦，320i 好不好 ？VNI 引导部，今天来到高雄，好不好？看一下高雄。美丽的高雄、欸，今天没有下雨耶。哇，阳光工具男呢？是哦，阳光工具男简称什么？阳具男、啊。我到哪里，阳光就在哪里。有没有？高雄听说已经下一个礼拜了。嗯。我今天来开始没下，我是不是阳光工具男？你是啊。先估一下，那我先看一下车子。我们说这车主很棒，他还我还没有来之前，他已经1510把他怎么照顾这台车、养这一台车的过程，甚至当中他被拍过几张追国家级的追焦的照片，他都告诉他都有跟你讲，都跟我讲，全车无改装。嗯，他是卖这个车是为了说要拼经济啊，创业是创业的，冲了啦，卖车。我跟你讲，男人就是要这样，跟跳探狗一样，你知道什么？跳探狗有进有退，有进进几包，退冷包，进几包退冷包，不是有退退退退退，一路就退到他妈的博尔特区去了。要蹲，学会蹲下来才可以跳更高，跳得更高，对不对？把这个车先行，不要藕断丝连，切断，切断，换现金，拼经济，之后就可以换更好的，对不对？它是 Ferrari、Lamborghini， 好都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看一下车，看一下。这看哪、这不是那个吗？科比最想要的那一台。科比他已经买了啊。我有问他，他说他没钱、他没钱。对啊，我说他是妈妈借贷也没钱啊，会计也说公司没钱。我、靠，所以我也救不了他了。对啊，我跟他讲，他说他钱不够啊。拿去给他批判。他说我多少？我说、也不用多少了，100出头而已。他说我那五，我说我嘛无。啊，你无一件就来中奖。不行啊，借钱你要买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至少模具可以让科比开个两三天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买的话啦，好，我先看一下车况。哎，压高啊，嘿，刚刚讲惯了。跟我那台2GC 好像是一样 ，M Sport 一套机耶。人家手动透气在哪里？要去中间，中间手要像伸到下面这样。伸到哪里？下面。哦。透气。拉出来。你在讲什么啦？哦，椅子啊。对啦，我示范之前你看怎么透。哦，透气，透气。要这样，要这样对不对？嗯。这样啊。好，这样。然后伸到两腿中间。嗯。翻一下，它就透出来了。按一下就好，不要一直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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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哦，按一次就好了。不用哦，不用一直按，你不要习惯性啊，一直弄，一直弄，按一下就好了。哦，好。定牌啊！反正它也是会出来。它不是按越多次伸越长啊，不是不是哦。哎呀，一次就好了哈。好。方向盘稍显光亮，这一种安尼，哇，就帅。刚刚500，你知道？啊，好吧。当我将你心儿摘下，挂几分爱我。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你有没有看到那 MV？ 有啊有啊。现在小朋友都没看过。看过，但是不一定有印象。你台湾的公歌碟 MV 吗？浪人情歌。嗯，是啦。浪人情歌在，我就拍起来。我一摆晒起来 TV 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分呢？蓝色 TV 啊呢？挪威的森林啊，代表我还年轻。卖假啊！我都有问过啊，跟我年纪差不多，你还假？啊，这个哎，这是一个往靠背啊，不是拉的，它是放上去的，对，它是符合它窗户的那个大小。这个就是你哦，要通风放下，可是又不会被吹得头发乱。头发乱的你知道，张学友请的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不知道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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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它这个电动的，不要给它硬扳哦，那是高级车。有没有？哇！啊，这个一样哦，这样走势都要一样，不能变，不能变，就是这样。两指是标准，三指就有问题啊，四指差不多要送去妇产科了。拳头嘞！大家你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行李架吗？车主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拄着，人要甲你拖住的，对吧？拖住。人要开枪的时阵，哇！哦，对对，拒绝。没有啊。大哥好，大哥车。柯P最喜欢的防狗网。防狗网。防狗网。你加还加，你加，看你专业一点好不好？他妈上次被他干掉，说整部片都没有对焦，是你拍的？不是我拍的，那是阿白拍的。对啊，你徒弟拍的，徒弟没教好，他妈的，你跟他同罪，你罪比他严重呢，是不是？我要去电他。哎，当初新的多少钱啊？217啊。217啊，哈。啊，
泰山这个要跟他买多少钱好？不然这样啊，去头去尾啊，好不好？嗯、买个80万。80。啊。80要吗？我一旦追加花了，跟我载你去高铁站了。哎、欸，我还想到连载都卖啊！哎、欸，连载都卖载。他妈高雄人酷死就好了。我有朋友姓韩呐、啊哦，对他每次见到面说，哎、欸，你好，大家都叫我韩。嗯我没有讲谁哦，我是说他姓韩而已哦。嗯，好，我要去跟他打一下骂几，看他有没有卖我便宜一点，嗯、好不好？好，可以调节，可以调节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吃美食了啦，大妈需要没有了哦。今晚被做美食节目嘛，讲。八百壮士在一般，八百不是吧？啊，不是这样唱啊？不是吧？哇，太远，反正我都厨艺了，我有大妈、啊。你还没吧？是这个，我是没办法长啊。幸福盐城美食节目模式开启，谢谢啊！哇，哦，零水中男生，浅山寺古楼阁，浅水的仙子，来，你谁的店啊？怎么样？也是要假装要付一下钱，知道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堂而皇之的要人家出，这样对吗？不对，对吗？你是要做个动作，讲一下哦。然后那个结账的时候啊，你跟朋友去吃饭，有没有抢结账有没有？你如果你的皮包是放在右边，你要用右手，要用左手。哎，我来，一直说不出来。OK， 啊，如果你的皮包是插在左边，你就要用右手。好，哎，我来了，背包那就没出来。注意一下后面，不要撞到。哎呀，很有味道的一间店，很有。对啊，你看那叫什么？是谁？老板，洪兴义啊。哇，出国深造那个。没有啊。哇，一定要非常头脑屋。我跟你讲啊，吃台湾的小吃就是在吃酱而已啊。没有酱妈的就烂惨。看看你在台北有吃过蚂蚱油头脑屋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台北好像没有。可是我觉得，像上次有一个云林的客人拿粽子来，他也是这种属于比较软烂的。对对对。可是其实它不是软，不是烂哦。嗯。它虽然饭全部都勾粥味，可是你咬的时候它是 Q 的哦。对。哎呀，它不是一种像那花旗啊那样，那个不好吃啊。我觉得酱真的不错。我告诉你啊，南部吃东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料很多。台北一个肉掌都拌了。半颗咸蛋，一小块肉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哎，你看这肉多多，这里这两块，这里又一块，这里又一块，我刚刚又吃掉一块。你看这肉多多。像台北这样一个粽子多少钱？哎，45吧。差不多。啊，烂多啊，这几条。你再怎么办呢？哎，160整桌哎。我觉得你跟荧光幕完全一模一样。两块都一样啊。对啊，风味嘛，两块吧。差不多吧。工程微博行，你知道吗？工程还可以。他给班。我用名。名好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蛙贵，我觉得蛙贵好吃不好吃，就是这个 Q 不 Q 嘛。哇。啊，不是很 Q 啊，偏软。哎，我台北那边有一间台南蛙贵，我很爱吃，在那个中心路新店那边。你这个名都叫台南蛙贵。哎，这酱真的是加分。对。一定要加这个。哦，对，这关辣椒酱不错，一定要加，不会太辣，然后咸度、甜度都刚刚好，推荐。那我一直在喝酱，你要不要整罐拿起来吸一串？不是，这个酱如果你单独这个就不好吃，你就是要搭配它原本的那个，再加蒜头，蒜头，这三个一定要加起来。黄金比例还是完美，没有黄金比例，黄金比例就是自己看你要怎样弄，不要紧。哦，对对对。可是三个酱一定要合起来才是第一名。嗯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走了。哎，不会啊，那是啥效果？阿诺，它这个甜度刚好，清凉解渴，红茶有酵素可以帮助消化，好吧？嗯。他没有给我钱，我不要讲那么多好话，10块有点贵。不会啊，真的很清凉啊，这种天气吃完下午茶喝一个凉的，这样三，那你都稍微瘦啊。你记有啊，水汤啉伤济啊，还是啉较慢了啊。一个晚上5次，对不对？假如尿尿5次。是哦。好了，
现在泰山开19年的 Focus 哦，那个叫什么美梦成真版是不是？然后我开320 Touring 2015年的，一路向北，好不好？那因为现在已经6:30了，所以我跟泰山应该各自就直接打道回府，要不然到那边哇也10:30了哦，非常辛苦的路途，不过一天完成三件事情还不错。那估车子的详细资讯哦，后面再分享给观众朋友。那我们就专心的开车回家了，拜拜。各位啊，你看你头前，你什么叫？你领的呢？我外车。我外公呢？什么外车的呀？你的车哪来啊？我要阿达咩种？你的车？我车来了。哇塞！永春江湖。小米。不晓得，买了啊！你别人的嘛哦，别人的啊，对啊，别人的。你干嘛？到避光店啊？刚说不是要打啊？好啦，有需要装避光店吗？我上去高雄晒冷啊！是哦，系啊，干嘛一定要换这条路啊？你这衣也嘛算的，不是？啊，就爱美啊，甲迄阮朋友、阮同学迄只二三五万款啊，有无？甲我进前一只二三五万款啊，他内装 M 的那个时代，15年左右的 M 版的内装就是这样。我隔壁一款，一款。得看伊啊有熟悉无啦？啊，看看你。坐一下，对不对？坐一下就买了。坐一下就买了。再看单哦，你的嘛，梁阿姨的。有啊。伊也袂歹坐啦。我要当晒灯来，哇！你看多适合。来，关一下，来看。那个关一下，来看。来发送的。哇塞！你较早我要晒照。好，我嘛是爱小啊年代。哦。好，不要去啊。哎，开车是爽。他很想换，看他犹豫，他犹豫了，对。这两天再处理看看，搞不好就买。搞不好，对对对。因为公司会计中公司钱也不太够，对不对？哦，洗他出一点钱。